年，亚瑟王赏赐守护骑士鲍斯一条稀有的蓝宝石项链。传说中的预言骑士，拥有这颗宝石的人将获得永恒的爱情。鲍斯将它作为信物送给爱妻艾琳娜，并取名为海洋之心。鲍斯征战沙场而亡，项链也随艾琳娜颠沛流离，不知所终。千百年来，为了拥有这个象征永恒爱情的珍宝，世间的人们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惊世传奇。西方民族哈啊！哎呀，真好看！好看啊！你知道吗？前两天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了一个款式，它的盘扣比你这个可精致多了，而且腰线收的特别好。到时候我肯定还会再定做两件，可以吗？啊！哎，你项链真好看啊！啊！好看！谢谢，再见。易小姐，邓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久没有来白乐门了。是。我最近排了一个新的节目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一件玫红色的旗袍，我就知道是你喜欢的颜色，才为那个节目定做的。雪山，旗袍太漂亮了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，所以我的新节目你一定要来呀。啊，必须的。就这么说定喽。一定的。再见。OK。王师傅，那个邓师傅，对，上班去，下班，你上班？哎，我这一叨叨，你们小文啊，我最近进了两头狮子，是吗？来，你看，你看这个狮子，这个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哎，上趟我给他亮亮。你跟他做套旗袍，哎，给他做旗袍，好不好？哎，过道，哎，好，小心。哎，到了，哎、小姐。哎呀，你慢下啊。来，您下来啊。哎呦，您这项链真好看啊。谢谢，记得晚上一定要来接我。好，那晚上见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好嘞。依依啊，最近听很多老板说你工作不是很努力啊，是不是攀上什么高枝啊？怎么会？您这儿把我捧得这么红，我一定不会另谋高就的。没事，不要搞得大家都很难看。那是，谢谢陈老板。哎，你最向来一种啊？啊？好，没什么。好好工作，陈老板再见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
最近的好忙啊。还好。给你。哇，谢谢。哇，条颈链好靓啊！好了，你先化妆，我要上场了。好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易小姐，都变了，奶奶一大，原来衣服不是这样的。不会，我说你都演了。现在是哪年？我哪年？我不知道，我突然间到这儿的。那个鞋子是什么鞋？你是穿越过来的？穿越。Hello。我怎么会在这里边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我做衣服的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说的古老项链仿佛在冥冥之中牵引着七位兄弟来到了2014年的上海，在这里他们将接受怎样的挑战呢？陈老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因为我的珍贵人人都想拥有我，在这个时空通过我的考验才能找到我古老的项链。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，我会带你找到其他所有的技能。